但是念书我们要好好的念，才能了解人家在写什么。来，你念一遍：前往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。对呀、你看这样慢慢念就会了。你一次不会，我们念两遍；你不会，两次念三遍，慢慢就会了。还有一百遍。对呀、就像你怎么会念火箭的历史一样啊。对呀、多念几遍就会了。但是不可以乱念哦。我发这里怎么也会有，里面怎么会有软软的东西？哦，因为他要防止他们在那里漂浮啊。漂浮是什么？他们在训练无重力啊。你看，就像这样，哦，会这样浮起来、就是他们会不会跌倒啊？会啊，所以要以防他们撞到墙壁啊，不然就像那个蜘蛛人啊。就转扁了，现在帽子都掉下来了。我太帅了。很奇怪，那个是我是小屁孩的帽子。就像刚刚很棒的那样啊，我是小屁孩。那、你的头都湿湿的，还给人家戴帽子，这样帽子会变很臭哎。还戴一个帽子。哇，会出来了。这比喷。对，认真的看书，很棒啊、多看书才会认识。我想成为太空人。来，我教你念一遍。我会念了啊。是重力加速度。重力加速度。训练。训练。答对了，耶！再来一遍。重力加速度训练。你会念了吗？那你可以再念一遍吗？刚刚那一个，刚刚那一个你已经会念了吗？你说哪个？我说。